下面请您欣赏卖掉票，表演者岳云鹏、郭德纲。上一次来这儿演出是上次了啊，是上次在这儿演出已经很多年了，在这儿我记得上次在这儿演的时候，那会儿我还很红啊，现在也红，现在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一直都红，尤其是今天吃完以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不会说相声了啊，还好。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跟我师傅一起演出，我师傅今天给我捧哏，特别高兴，特别激动。要不我师傅你也说两句。你刚才说你上次站在这儿很红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多年前咱红过呀。红过吗？红过。红过。很膨胀，这是上过春晚的演员。当然，在这儿说这个不合适啊。因为首先这是天津，对，就是我师傅的家乡。台底下都是父老乡亲们，是啊，万一说的不对，台底下往台上扔东西也不合适。不会，不会。这是我的老恩师，师傅一直提携我，一直在帮助我。这么些年，我来这儿，我今年38岁，我在德云社整整19年。哎呦，你都来19年了！19年，我这半辈子都在德云社呀，兄弟。你这一辈子也活不了多长时间啊！尽量多活呗，使劲活呗。你都来19年了，我都19年了，令人感慨。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，这个不用提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在我师傅身上学习了很多。哎呀，哎，尤其是。我师父和于老师这种爱情，这种哎，这种友情关系，说清楚点啊，这种友情，台上是好搭档，对，台底下是好兄弟，没错。当然了，我师父在台上经常拿于老师砸挂，说我师父喜欢这个什么于大娘，怪害臊的，就是现在岁数大了也不行。说于老师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玩笑，那都是为了挣钱，都是为了台上功夫功艺术，这样说好一点，都是为了艺术第六。哎，可是各位不知道，人家二位下了台，我师父特别尊重于老师，往台上一站，台上随便说啊，只要老两口一鞠躬往台下走，那有个蹭条，到了蹭条那儿，我师父肯定一扭头，师哥您辛苦，这是永远的规矩，心情心情啊，永远的规矩，应该我跟孙越就不一样哦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在台上我拿孙越不当人，孙越台下拿我当狗。那你们是自己人呐，我们就这种关系。我也想学我师父啊，应该在台上，哎，说完了往台下走，我们俩演完了走到宋强那儿，我说孙老师您辛苦，多好，再看孙老师滚。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啊，好狗不挡道，滚。就这种关系。当然了，需要从我师父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你又来了吧，真的，尤其是什么什么太平歌词，我们后台张小辫唱得好，张云雷主板书，元宵晚会大家都听了吗？都唱了吗？我师父一嘴一嘴的味道。哎呀，我也是一时糊涂啊，一嘴掰开了揉碎了嚼烂了。可以了，我这儿恶心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当然了，站在台上不能光说这些，对吧？对，咱得给大家送去笑声。哎，大家不笑，我先笑。我接下来要说点什么事呢？说点我师父不如我。我没
没听懂。我也没听懂。咱们就当他没说。哎，说点我师父不如我的地方。你等会儿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怎么了这是啊？要跳了啊？我不如你的地方。对的哟。哦，那你说说吧。啊，他不要脸。不算什么成绩，不如我的地方啊，一报唱戏。你看看这大伙的反应，怎么了？你没听见？这是鼓励我呀！啊，没羞没臊吗？这不是鼓励我？我唱戏唱得好极了。其实我不止隐瞒了这些，我还隐瞒了岁数。刚才我说30多岁，其实我今年70多岁了。那你这手术很成功吗？当然了。啊，但是裤衩着火，当然了。今年什么岁数啊？70多岁。谁呀？我。唱戏唱了几十年了，各位。哦。哎，过去北京有一科班啊，叫傅连城。那可是了不起的科班。老大。对，我就从那儿出来的。那是中国京剧的摇篮呢，摇篮多少大家名角都是那儿出来的。对了，最早有七科，启联复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他都知道。哎，怎么有质疑吗？再说一遍，启联复盛世元运庆生平。哎，再来给孩子一个机会，再说启联复盛世元运庆生平没办。对，美好的愿望，对吧？是，就办了七科。嗯，其实人家转入地下了。这个教唱戏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转入地下又续了七科。哦，这后七科是什么字啊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他是得转地下啊，太没文化了。我再听听这后几个字是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哦，这一名当片就带这几个字儿。对，你是哪科的呀？肚子科。那你的一名叫不群。还真对啊，老说那个岳不群，就是我。哦，武功高强啊。好啊，岳不群就是我。啊啊，哎，唱戏唱得好，就唱很多年了。唱怎么多年了？你唱戏的？对呀、啊，京剧。嗯，傅连城。嗯，不字儿。不字儿呢？岳不群。我还有徒弟呢。哎呀哈，复姓令狐。啊哈哈！令狐二中。那个有个念“冲”字儿的，在您这儿怎么称呼？不念冲，就是令狐二冲。我是见了高人了啊！一直唱戏，咱这些年咱不提了啊。前几年，我突然间想唱戏了，我找北京城啊一个大戏院，叫这个嘴最近有点瓢啊，大剧院。你再说一遍，大戏院，大剧院。剧院，国家大剧院。谁呀、啊？我。你能上哪儿唱？哎，我找他们经理。我经理你好，我叫岳不群，我是唱戏的。我原来唱戏唱得好极了，我想在这儿唱几天戏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交钱吧，把钱一交，哎，日子一定，我回家自己写海报。怎么对？这么大角儿，怎么还自个儿写海报？生动。自己写的海报生动，他们都写不了。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注意了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表演艺术家，这一张纸都没了吧？大纸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表演艺术家，还得大个啊。岳不群，括号先生小姐无所谓，他们自己填啊。心真宽啊！要在这儿唱戏。哎，意思我能理解。这儿那哈儿怎么写？
这儿哈儿，我北京人啊，我有口音的。你哪儿的？你这个普通话有点太普通了。我北京的呀，北京郊区啊。啊，离着北京有多少公里？700来公里。我说郑州还近一点。要在这儿哈儿唱戏，那哈儿还真不会写。那是呵儿哈儿。您这玩意儿还太汉语拼音呢。括号国家大剧院啊，岳不群的戏那真是好极了。太水了，您这个词儿啊，特别的好啊。啊好，岳不群打小小戏。谁问你了？问不问我得这么写啊。打小小戏，打小小戏。嗯，4岁成名，要了亲命啊！小名4岁红。哦，4岁红，真的？谁质疑你啊？特别的好。哎呀，嘴太碎，请你要相信。嗯，后边有3出戏码，还有地儿写吗？有啊，你看这都差不多了。3出戏码，头一出啊，啊，五加皮。哎。你喝小瓶儿的，喝大瓶儿受不了。什么小瓶大瓶？五加皮吗？那叫五加坡。五加坡啊，五加坡。二一出什么？色狼探母。哎呦呦！啊，这海报就能把警察招来了啊！色狼探母啊，4个色狼。好呀，一个就够瞧的了啊！色狼探母。杨四郎吗？对，杨艳辉四郎探母。是是是。三一出是嘿嘿，空城计。嚯，3出戏。哦，这都是了不起的剧目。连唱3天呢、啊？我连唱3天。5、6天。哎，半天我拦你一句。5、6天啊？哎，连唱3天。哎，5、6天、啊。你住口吧啊！这咱们得本数能听懂。刚说完了连唱3天，怎么又写上5、6天了？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5、6天吗？这不周日吗？什么？周日？我不喜欢那个字儿。哦，这是受过伤害的人。你要不行，你举报我去，这没问题。您的任务是逗观众，您不要逗我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5、6天，5、6天，哎，3天，3天5、6天，括号3天，这是个点睛之笔啊！点睛之笔啊！3天，3天很有用，很有用。是是是，大伙儿走到这儿，你看这个海报，哟，这海报。著名的京剧的大片的岳云鹏岳不群海报字儿多了自个儿记不住，要在这儿唱戏，这儿岳不群的戏那真是唱得很极了啊！4岁成名，哟哟，观众都认识，连唱3天啊，3天太棒了，口口相传啊。但是你的海报不成立，不成立啊，你并没有写价钱，无论前后排一律1000，前排跟最后都是1000啊！啊，多少钱？您唱过戏吗？唱过呀。多少钱？5000。我这是后排。完了。完了，是。5000。才说的是1000，哎，1000吧，啊，就算1000吧。对，不是，你这不分前后排都是1000，一律1000啊。坐前排花1000，看得见听得着，那最后一排1000合适吗？全是1000，我不管，我值啊！那你这大卖不出去，岳不群值啊！啊，3天呀、啊！你再喊一次，他们就跟你一块儿了。啊，3天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大海报贴出去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，各个地方都是我的广告，手机打开开屏就是我的广告。你不都是一张张写的吗？哎，后来口口相传，拍照片，大家都传出去了。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，3天，全国的戏迷都很激动啊。石家庄知道吧？
山东戏迷太多了，是都往北京来，开车来，骑车来，跑步来。哎呀，怎么着？你凭着在北京上戏，要连上三天啊，三天。来了，都上北京来了。他们离得还算近，打石家庄说得过去。高速堵车呀，啊，哪儿哪儿都堵车呀。哎呦，内蒙，内蒙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开车来，火车来，都堵车。他们不是有骆驼吗？人家有马，骑马来，骑马奔北京，啊，骑马我当不当不当，往北京来。人骑着马为了省时间，给马装 ETC。哎，我都没听说过啊，上高速这马装一，为什么呢？省时间啊。那能耽误多大会儿啊？马不管，马是不停的。哦，马看见栏杆，噌就过去了。啊，过去了啊！爱看这干什么？又有栏杆了，啊，又有栏杆了。都往北京来。好，内蒙的也来了。哎。马脖子上噔响一声，哎 ，EDC 就抓钱了，方便、哎、抓钱了。对，内蒙都往北京来，武汉，武汉戏迷朋友，武汉洗锅了。哎呦喂，哎，烫着了你这啊！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对，开车来，啊，火车来，骑车来，火车站人头攒动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一列火车。装不下那么些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一列火车大概十六节吧，差不多十六节，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加节儿，加节儿，加节儿，一列火车32节，加节儿，不是那还开得动吗？那玩意儿开不动没关系，后边弄一火车头推。哎，岳老板，发两列火车不好。站长吓坏了，那是怎么这么些人呢、啊嗯？你们都干嘛去啊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！三天，流传很广远，都上北京来了。嗯，上海新朋友多了。好，他上海太爱看戏了，也开车来，也骑马来。嗯，最重要坐飞机啊！是是是。哎，一只飞机啊，装不下那些人。你等会儿，对，你等会儿你。这一只飞机，一只。半只麦吗？什么技术？今儿还烧鸡呢？烧鸡！别上别墅店，别连累我。这个飞机不是论价，哎，价，哎哎，飞机上人多呀，啊，都往北京来，飞机上厂长吓坏了。哎呀哎呀，孩子，快点快回来，那马回来，你先到了，你先驾。您再说一遍，飞机场的负责人叫什么？厂长吗？火车站站长吗？你哪怕叫机场也好啊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飞机场领导吓坏了，还在亏。怎么这么些人都干嘛去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。都是那天的观众啊，都上北京来啊！哦，上海人来看戏，可是飞机也装不下那么些人呢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嗯，哎，人家有办法，飞一个低了一个。这个我没猜着，你再说一遍。飞一个低了一个，两架飞机叠的，往北京开呀、啊。这个底一个，对，上面一个，对，两架飞，那你得告诉我哪个先飞。我技术问题，有铁丝吊着吗？吊着呢，不吊着呀？给吊着啊！我一猜就是啊。吊着呢。那有没有专业的回答我一下？上不先飞还是下不先飞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你得容人家说呀。无所谓，反正都上北京来了，啊、都上北京来，还有水路。哦，还有水路。有水路，你看船上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自制大木盆。
这是什么宝地方来的顾客？大木盆往水里一扔，跳到大木盆里头，温仔赶上快，就往北京滑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越滑一边说：“哎呀，岳云鹏要在北京唱戏啊！”上去，都往北京来了，来吧，这是上海，乌鲁木齐。好家伙，新疆的新兵朋友太多了，对对对，都上北京来，京剧发源地嘛。好着你说话。火车，火车，稍微慢点。对，飞机都往北京飞，啊，全国的飞机都往北京飞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堵机了。堵机。骗子飞机查住了。我怎么没听说过？飞机还有堵机的？堵机了，查住了。哎呀，你堵死我了你！开飞机那个人把玻璃摇下来。大哥，我先过行不行？我先过行不行？凭什么你先过？我这还低着一个呢。他飞得慢。我先过，我先过。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！好，都上北京来，来吧。乌鲁木齐远了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骑羊肉串的炉子。哪个锅锅的，有的吃有的喝。那能上得了吗？省得自然掉下来。那能起得来，飞得了吗？你看，你不是能装 ETC 吗？新疆的朋友怎么办？往身上绑窜天猴。哎呀，你看那孩子笑的，绑过吧？你瞧，就是绑过，绑窜天猴。哎，一点，就往北京飞。观众太爱传统艺术了。哎，飞着飞着碰见一个飞机。打开窗户，哟，哥们儿，怎么来的？我窜天猴，比他还快。你一天吃几遍药？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！反正就是火呀。哎，那是，听明白了。马上就到礼拜五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嗯，头一天，北京满了。哦，满了。哦，都要听我唱戏。就这一千的票价。大伙不嫌贵，不嫌贵，还真有人买，满了，各位满了，好好好，马上就要开启了，他底下全都坐满了，这会儿又来了一千多位，我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当天，当天礼拜五啊，礼拜五就都坐满了，坐满了，坐满了，经理说了，哟，几位没票了，实在是没票了，你上里边看看，哎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站票吧，好吧，站票。站票，嗯，站票也行啊，打个折，打一八万就得了。刚才哪儿都行，站票一律一千，站票也一千。我不管前后排，一律一千块。那有人买吗？那玩意儿有，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哎，又来了500位，500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三天。海南就回去吧，也过了瘾了。经理说没票了，各位实在是没票了。对呀、啊，站就站这么些个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。蹲票吧，蹲票，蹲票，还有蹲票，有哦，蹲票便宜了，不，一律一千，有蹲吗？有朋友蹲哪儿啊？你看这个人呐啊，都是上宽下窄，对，两个人中间啊，这儿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蹲的。这个这儿这词儿你用的很款式，是不是？这儿，嗯、哎，蹲这儿，这位刚蹲下，站着这位高兴了，嗯，哟，哎，茶杯有地方放了，哎呀，搁人脑袋上了。你看戏还有10分钟，嗯，又来了100位，啊，又来100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、嗯、啊！三位，经理都哭了，那是，好几位实在是没票了，嗯，上屋里头看看，要想买票也行啊，咱只能趴票，趴票，都没听说过，还有趴票，趴票，怎么趴呀？这个座位底下都是有空当的呀，要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。一直往前爬，哎呀，所有座位底下都有人。好好家伙，都有人。哎，我爬过去个去。买票，买票。我们要跟岳不群唱戏。嗯。大哥，你真配合。说有就有啊。凭空帮我加了一个包袱。不嫌弃，趴票就得便宜了，1000啊！好，1000，好嘞！哎，又打最后一排，趴到这个第一排，嗯，坐着这位不高兴了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着？你咬咬小后跟啊吗？怎么出来一人呢？我明白了，嗯，你是土行孙，孙真榜的爱好者。什么土行孙？我是戏迷，嗯，我听岳不群唱戏，
那你不能趴这儿，我这脚往你往哪放啊？你就放我脑袋上吧，就放脑袋上吧。受罪了，刚放下，这位扒着脚脖子，大哥，那什么，我能喊个好吗？对，哎呀，不是这还没开戏，你喊什么好啊？不是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。说的有道理吧？我先喊一个，先试试吧。就踩上了，我以为这说三天呢。马上就要开戏了，好，门口又来了24位啊，又来24个，24位，这回没劲儿。来吊，我们要听听平常戏啊，三天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就剖腹自杀了。哎呀呀呀，气性很大，这图什么呀？经理彻底崩溃了，实在是没票了，对不对？没劲儿了，你看看这剧场啊，由上到下，你看。哎，要想买票也可以，调票。什么叫调票？剧场上头有8个电扇。哇，这可是个老剧场了啊！一个电扇，3个扇叶，38。嘿，正好24位啊！哎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，给他们捆上。哎呦，捆上。调票多少钱？调票1000呢 ？No。No， 1040。这一般可都是1000，怎么吊票的？绳子钱啊！哦，绳子钱、啊。奖笔。哎，挨个给他们吊好了，蹬上去，蹬上去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有10几位骂街了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。来，经理一瞧，哎，还真对。这个3个扇叶啊，一个冲前，俩冲后，是有瞧不见的。哎，大部分人是看不见的，那怎么办？冲后啊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他们出主意。我说经理，把电扇开开，打开，对，一块转是吧？哎，不能快了啊，扭挡不行，扭挡一会儿24个全死了，收班子吗？哎，就一挡，慢慢转。哎，谁都能看，这可好！哎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后台我也弄好了，穿好了，打扮得了。你听这词儿，弄好了，这就要唱戏了。来吧，刚才我说头一出什么戏？色狼范谷。不是，武家坡。武家坡也可以。什么叫也可以呀？新出的啊，武家坡。哎，一马离两相见吗？对。哎，碰头好吗？那是。各位，要不要我？谁电话响了？这会儿接电话是不是？这剧场的铃声响了，来吧。那我来一个。来。各位先等一会儿，第一排的大姐睡着了。嘿，大姐。嘿，听戏了。这是打电扇上掉下来的。哦，行了，打扰您休息了啊！一马离了西凉界啊！对对，行了，一马离了西凉界，这个还不如那竹板书呢。怎么样？好，这一嗓子，你台底下哗，哎呦，这么好啊！这个马子那是。都要退票，好，都要退票。好，你别说啊，真有24位没喊，爱听，到那儿下不来了。去你的吧！